从民政局局长蓝世聪的手中接下奖状，模范妈妈笑得好开心。为了感谢天下母亲的辛劳，文山区万祥里举办母亲节活动，并且表扬里内多位模范母亲，许多模范母亲的家人也陪同一起上台，场面温馨感人。我希望把这个奖呢献给我天上的妈妈，我要告诉我的妈妈，我很爱她，也很想她。谢谢，感谢大会，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哈，来过这个母亲节。阿愿大家所有的母亲都母亲节快乐，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努力啦。对啊，因为她从小就喜欢画画啊，她朝她自己的那个兴趣，然后去发展这样子。其中我们有一位是我们台湾之光蓝秀宽女士啊，她的千金呢、叫杨千惠，她是法国宝石龙的160年来唯一的这个珠宝鉴定的设计师哈。那其中我们这个四位啊，都是单亲的这个妈妈。我本身啊，我也是从小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哈。那我们自己母亲就不在身边，也借这个机会来感念一下。除了表扬模范母亲，现场还有国乐团的精彩表演。身为客家人的张宏牧里长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客家美食，有客家汤圆、米粉、麻吉，甜的咸的都有，还有免费的按摩推拿体验与丰富的摸彩奖品，让现场民众有吃又有拿。每次的举办我们都会准备我们客家的美食，包括我们客家的咸汤圆、客家的米粉，还有客家的麻吉的哈。那我们这次又像有萨克斯风啦、古筝的表演啦、还有一些舞蹈。我们里上有歌唱班，我们就有三个，还有合唱团。张宏牧里长办的活动都是非常温馨，你看人山人海哦，然后宾主尽欢。啊，我们客位的志工都很优秀啊，每一个都很热心，哎、啊，所以每次活动一叫都大家都很热心的来参与，这样很棒啊！我觉得里长很棒，你看人潮满满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，人潮满满，对不对？这里长的那，我相信他一定服务得很好。每年万祥里张宏牧里长都会举办模范妈妈的表扬活动，吸引上千位民众参加，除了彰显母亲的伟大，也让社区民众有机会聚在一起，欢度温馨热闹的母亲节。记者李雅珍、林习慧台北报道。